什么东西晚上才会露出尾巴？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你知道吗？问你吗？流星。流星，流星啊！白天又不是每天都有，流星白天也有的。嗯。打进去好快。小明生下来，医生说他很健康，但是小明只有一只右手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都只有一只右手。对。因为他分别有左手和右手。这种人难度已经。